东乡西北爆炸时，就逐工伫咧污染。阮向环保局检举足侪摆，拢无效吼。所以记者的资料内底吼，第一张图遐就有吼。这个松林哦，松林电道厂边啊有两个幼稚园，有一个公园，佮两个里，拢是人口足侪，可能一个超六千外人，一个四千外人。300公尺的范围，方圆哈，内底超过10000人，哦，所以这是非常危险、非常危险的。啊，这水抽起哩，哈，唔知要安那过滤滤的清气哦，咱唔知呀，哈，所以迄绝对是内底唔知重金属、什么电镀的遐污染足济，哈，所以。像阮中华这款问题，吼，今仔毋知有新竹来，新竹我知影嘛足严重诶，吼。阮中华中部迄个森林，吼，中华，吼，拢70%、80%、90%，拢是抽地下水咧做自来水诶水源，吼，这非常非常诶严重诶代志，吼。所以今仔日水资源，哈，陈老师的带大家，哈，带各地诶朋友。吼、哦，来填井啊！希望咱啊，田秋瑾委员伊过去做立法委员的任内，已经足关心环保啊！吼、哦、啊，即马会用做到监察委员，伊的力量、权力拢愈大吼、哦、啊！希望伊会当甲咱听咱的声音，吼、哦、啊来解决哈、啊、全台湾在自来水的水源吼、哦、饮用水的水源吼、哦，一定爱照法律哈，所规定的安尼来做哈、哦，来照顾咱居民的健康，这嘛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啦哈、哦。好，啊，咱下面咱来请陈老师哈，甲咱搁讲搁较详细。好，今仔日就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就是饮用水的安全。饮用水的水源，水源。啊，咱的水源呢，真侪所在是抽地下水，抽地下水，吼、哦，像即个彰化、森林、甲屏东，吼、哦，咱的饮用水拢是抽地下水。啊，毋过，即卖咱的环保署、甲地方政府，吼、哦，拢无公告。吼、哦，公告即个饮用水取水口一定距离，吼、哦，为什么无公告？吼、哦，因为若无公告的话，吼、哦，即、這个工厂若伫这附近来设立伊的管制，吼、哦，的标准就较松，吼、哦，就较松，吼、哦。像咱今仔日屏东，咱的乡亲起来，就是因烦恼讲因的即、這个。饮用水的这个取水口哈，诶，这个附近要起工厂，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咱即马来向这个监察委员订情，就是要求，哈、哦，政府爱公告，公告这个饮用水取水口一定距离哈，那、哦、不公告的话哈，咱、哦、看即马，这个环保署伊公布的资料。真侪即个县市的即个水质、水源的水质拢足歹的哈、哦，像大肠杆菌的28万，你今年即、這个二月哈，啊新竹哈有即、這个6万哈，这么悬的即、這个大肠杆菌哈、哦，所以咱即摆就是。要要求政府一定要来公告，哈、哦，这个饮用水取水口一定距离，哈、哦，啊，个自来水保护区，哈、哦，自来水保护区，咱的全国国土计划，哈、哦，爱甲囥诶国土保育区，国土保育区，哈、哦，所以今仔日咱嘛要甲监察委员来澄清，哈、哦，啊，即摆咱要请这个屏东，哈、哦，咱的会长，哈、哦，来，你起来头前，哈、哦，来讲这个。为什么因这么辛苦哈？今仔日哈在时啊哈，4点就要出发哈，要来向监察院哈来澄清。好，会长。啊，你好。
各位咱的媒体先生小姐，咱的警察先生，大家好。阮是住伫咱台湾尾，透早七点外出来，阮要来认证阮的水，阮的水已经比人比工厂污染啊！阮今仔就是亲手拄着只水，办起来，专程来你来咱的甲咱伊认证，咱的天秋平甲咱污染。所以，为什么我要出来呢？因为我的附近，我台山的附近有一间福星公司，要伫遐开咱有污染的工厂，既然在咱的丁种用地迄个工厂，迄个土地要来起工厂，遐有高速坡要处理，有迄种电大的工厂。所以讲，阮一直向咱的县政府、屏东县的政府进行，一直进行。结果呢，阮即摆已经全球对后壁无大，所以请咱的媒体要来发声，请咱的甲咱的全球的委员出来发声。个第二点就是，阮要要求咱的屏东县政府公告咱的自来水的出水口，这间工厂离我们所要用的水要带的渔业者已经有400公尺，这间做有阮六层头在吃的，台湾差不多200万人的要带的要用的水要饮的水。所以讲，我要请屏东县政府公告咱的出水口，唔通和咱的工厂来为所欲为，来污染我的工厂，污染我的阮所要啉的水。过去一直进行，一直咱管理时间，一直到县政府足足已经将近要一年啊，但是呢，一直得不到回应，所以讲咱。我们请咱的媒体先生、媒体先生小姐，甲咱发声，拜托咱的教授，咱的台湾的那个水资源的人，甲咱发声，唔通点点，我已经求救无门，我已经求救无门，我怎办？我们大声的发声，我爱家乡，我爱家乡，拒绝污染。拒绝污染，我爱家乡，拒绝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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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咱的文瑞先生，咱的教授。好，我们请环境法律人哈的专员好来说明。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就是我们是环境法律人协会，那我们今天也是为了要帮这些福星的居民们来请情。对，居民对不起，福星它是一个在高屏东高树乡泰山村的一间农具加工厂。那泰山村这地方的水质非常的好，政府为了保护这个水质呢，在民国70年间的时候就禁止在这边养猪了。在这个不能养猪的地方，福星居然要设一个加工厂，那我们也认为，屏东政府已经违背了当初的初衷。他们在这个案子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像是违法失职的情形，还有官官相护的状况，像是什么？第一个，屏东县政府并没有公布在这个开发基地一定范围内的水。饮用水取水在水取水口的资讯，在还售书中它是有隐秘的状况。那第二点呢，在泰山村划为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之后，屏东县政府并没有把这地方变更为一般农业用地，反而维持了丁种建筑用地的地目，那它就已经违反了一个保护的义务在。第三个就是刚刚会长提到的，福星在旧厂里面，它有一个金属高周波热处理，还有金属表面染色的制程，这个在环硕注中都没有被揭露。而屏东县政府对于这个状况，它不仅是庇护，
它是积极的庇护，而且没有一个积极的处理。那第四个最后一点呢，就是福星工厂他们埋设了涵管，它有破坏了内湖溪堤防的一个状况。可是对于破坏的这个状况，屏东县并没有，屏东县政府并没有依水利法的条文去处罚福星，让他们修复或一个赔偿，里面没有一个积极的义务，他反而让这个违法的涵管合法化。那我们会呼吁屏东县政府要积极的保护泰山乡这个泰山村这个优质的水源水质，保护区的水质。那我们希望让我们村民拥有继续他们的好水。我们希望监察院可以针对我们前述的状况，对屏东县政府提出纠正。谢谢。我来补充一下，我们今天呢，不止屏东，还有各地方的这个饮用水取水口呢，很多县市政府并没有公告，包括最近在105年刚完成的湖山水库呢，它的那个源头就是桶头堰，也没有公告为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它整个桶头堰呢，它的那个水如果把它引到湖山水库，其实在那一带就已经有一些污染了。它的污染程度呢，它的水质只是比我们新北市的燕山堰稍微好一些些而已。所以这些要公告的饮用水取水口、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都一定要赶快公告，否则我们民众所喝的水真的实在是很堪虞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口号是我要喝好水哈。那下面我们请陈教老师再补充。好，那包括台中，好，台中的鲤鱼潭的这个水库的饮用水，哈，也是来自408的上游。那408的上游呢，也没有划自来水保护区，好，湖山水库的上游呢，也没有划自来水保护区。很多县市的饮用水取水，取水的地方也没有公告饮用水取水口一定距离，好，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呢，等于县市政府呢在放纵这些取水口附近的工厂可以设置，好，因为没有划取水口一定距离，好，就不必限制工厂的设置，好，所以现在很多县市，包括新竹，好，新竹的竹科，好，要扩充。还有各地台塘的农地要盖工厂，要设置工业区，这些问题都很严重，所以我们一定要要求监察委员要来处理这个环保署还有各地方政府的严重的行政怠惰，要来要来弹劾哈，或者是要来纠正哈这些不当的哈行政作为。好，我们最后再呼个口号，我们就进去。我要喝好水，我要喝好水。福星工厂滚出去，福星工厂滚出去，福星工厂滚出去，福星工厂滚出去。饮用水取水口一定距离。化饮用水取水口一定距离。我要喝好水。我要喝好水。化饮用水取水口一定距离。收上饮用水取水口一定距离。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就排队进去，好。然后我们也让媒体帮我们记录，好，向监察院陈情。好，你就拿着。Thank you.
没有。